子祥开心演唱会7月20日晚在大庄家赌场度假村开唱，吸引大量歌迷前来一睹偶像风采，甚至有从加拿大和纽西兰专程赶来的。当晚，林子祥为歌迷献上30多首经典金曲，全场反应热烈，气氛高涨，歌迷更是多次涌到台前与偶像一起大合唱。演出完毕后，林子祥得知现场还有很多越南朋友到场支持，他感到很高兴。他说，很多越南歌迷因为以前看过很多他演的电影，所以特别喜欢他的歌曲。林子祥还对这次没能抽空到大庄家的 Journey 高尔夫球场打球表示惋惜，期望下次有机会再来挥挥杆。 Asian Media 在 Temecula 的采访报道。